丽文，你有要紧无？看无代志啊，你怎会上来？我听讲你昏倒啊，阿伟都无爽快，敢有受伤？我只是有家己喷尿尔，我嘛无昏倒啊。啊，无代志就好，无代志就好。伊在烦恼吧？原来恁两个才是一对啊！陈雪莹，你先上吧。孙公，咱伫咧病院花园讲的心内话，拢是真的。想袂到你只是咧利用我，你假可怜，假委屈，想要得到我的同情。我无，我只是……你凭啥没立稳啊？你自头到尾接近我，拢是挑工的。我只是想要甲林勇斗相共，啊，不过你去伤害着我，放手啊！你这个笨猪！李伟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去救伊啊！我张英有查某人，哪会当救伊啊？你若是干那个代志，给阿公阿伯讲是变安怎？刚讲你无感受着，我咧替咱阿伯铺路吗？刚才赢一届，杨顺春我就是咧替你来，我第一说给阮爸，给咱两个结婚啊！你敢真正确定，你养生村各位绝对会成功？那咱就没保险。丹姐，请你给我讲完整好不好？我一秒钟都无想看到你啦，歹势！我拜托你，再我保守秘密好不好？不过云云真无简单，才跟到这，我的感情特别有结果啊！恁两个太天真啊啦！志成本来就是歹缠上的人。我等伊这么多年啊，我到今麦只是查某囝的妈妈，凭什么你认为你有法度入丈家的大门？因为爱，是因为爱，我爱云云就亲像是你爱阿伯同款。我知道我不应该用这种手段接近你，但不过你一定知影，为着心爱的人付出一切感情，对不？我看云云遐尔想要得到因爸爸的，因爸爸的肯定，我才会安尼做的。唔对，就是唔对，我无想要原谅你啦。哎，我求你，我现在一定无法度离开云云啊。你已经是我一世人认定的唯一。为着伊，你要我做啥，我拢愿意。